护理部精心演出的《写一首幸福手语歌》，诚心欢迎新成员加入台北慈济医院大家庭。两天来，院部及志工用心安排各项活动，除了让这群新家人感受到慈济人的温暖外，也道出心中的感恩。如果只接触美好的事情，是没办法体验之旅的，就只有走入苦难之地，才能有所领悟。我感谢所有的师父师伯，在为了让我们有这个体验之前所做的所有的一切。走入关怀户家中进行居家访视打扫，可说让学员们印象最为深刻。过程中见苦知福，也体会到彼此相助、发挥良能的精神，更可进一步应用于医疗工作。大家要互相帮忙，才能够把一件事情做得完美。如果只是我一个人来做的话，会搞得我心力交瘁，我非常的辛苦，甚至非常的懊恼。我要谢谢这位奶奶，而不是奶奶来谢谢我们，因为是奶奶给我们有机会，让我们去服务到她，让我们可以去体会到这人间的疾苦。背起行囊，微笑说再见，这不是结束，而是一个新的开始。期待这群慈济医疗新芽延续满心的感动与体会，将感恩、尊重、爱的理念落实在职场上，守护患者身心灵的健康。大爱新闻王玉芬、郭家旭台北报道。